老大千里眼，四面八方我看完。
妈妈。
要听三哥的话，知道吗？不，不，阿哥，阿哥，你们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哥哥，哥哥，大叔哥，我们是兄弟，本来就是一体的嘛，我们不能失去你们俩，你们不能死啊，哥，哥，那不是你们死啊，那不是死的。都是姥姥教的，姥姥大人。
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行啊！师兄弟，只要团结一致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们呐、啊！记得啊，孩子们。
谁要上镜的？快点上镜了！我要上镜！果然是 over 了，这个没有声音啊，其实不清楚的，这么变了，这样猛的，这样猛的，放心啊，已经完了，这么多，这样猛了的，我跟你进来可能回去还要哭，我有错了，记得会继续后面两个字有错吗？可是听到没有啊？演我推到推到路，不好意思。很好。哎，我跟人在那边挤紧张啊，我哎就是因为有手肿啊。变脸，后面进，不要骚扰别人了 ，OK？ 不要漂亮，放出呢？不要骚扰，不要放出男生啊！等一下，东西还在保管着。最后才拿，最后才拿。等一下哈，会有谢幕。鞠躬的那个方式，因为这样快很萌啊！因为本来就很多舞蹈上，你看小铃铛什么上，我们是拉着手一排一起上啊，然后3、2、3 ，OK？哇，很痛！我想上，你们就上喽。怎么想到这样的？下，然后我们就拍手拍手。我的美腿。OK， 现在你们要上厕所，上厕所。我们要拍拍，来，一起去看。小康熙在这边。厕所。这么快，我看别人慢。我就不在这边被拍了。真的很紧张，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我讲吗？我已经想都有出来。那个舒心。Oh!
演超出精彩的电影表演，要给你们拍手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他。非常谢谢肖同胜先生，非常精彩表演，谢谢您。谢谢。那不知不觉呢，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